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，我今天会分享润肺止咳苹果梨子水食谱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苹果雪梨水具有润肺润胃、清火止咳、安神养颜及防癌抗癌等功效。味道酸酸甜甜的，很好喝，大人小孩都会喜欢喝哦。一起来煲糖水吧。苹果梨子水。材料有苹果、梨子、红枣。红枣洗净剪成小片，梨子去皮切小块，苹果去皮切小块备用。锅内加水，倒入苹果和梨子，十分钟后加入红枣一起煮。五分钟后加入适量冰糖调味。可以开吃了。这个汤酸酸甜甜，很好喝，大家也试一试吧。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关注哦，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。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，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。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。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，有更多美味食谱哦。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，是给我最大的鼓励，感恩大家。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，中午是中文视频，晚上8:30为英语版本，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，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，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。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，不要错过了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。